明仔载就是高中的教育会客，高雄市光华高中是发挥创意来设计一个祈福宫庙，除了提醒考试的重点，佮予学生来抽签诗，在签诗顶头有英文佮台语的好话，要来鼓励遮的考生。学生囡仔一个一个排队，要来抽签祈求考试顺利。这是高雄光华高中特别制作的祈福金庙，学生爱心完成会考的练习单，每下才会当拨杯抽签，就亲像阮伫庙宇求签同款。学生拢讲，大家感觉真趣味，看到签诗的鼓励，对因来讲较有信心，嘛减少紧张的压力。啊，写完了就是予老师看，看完了就是去拨杯啊去抽签。那是你的心底下。做什么都会成功，我感觉这对我来讲真重要，因为会给我一个要知道要去设一个目标的一个想法。安尼，因应十八、十九是高中会考，学校举办一礼拜祈福活动，甲图书馆陪伴囡仔读册，红仔布置做祈福金庙，佮设计祝福签诗。签诗顶块名言家具是特别珍贵，都是囡仔喜欢的。有放假名言、电影家具、布袋戏等等，佮分做英语佮台语的版本。啊，签诗的内容佮有亲像卡通，要有漫威电影的句子，還有霹靂布袋戲的句子，那另外还有英文的，還有台語的，希望同學可以在抽籤的時候，可以知道这些经典名句。学校表示说，除了祈福金庙活动，今年也会遵循传统，在会考的前一天带囡仔到附近千秋湖祈福。除了保庇考试顺利，也毋忘让学生了解，不管成绩安怎，最重要是要有信心面对考试。记者张怡辉、柯昭勇高雄报道。